哇塞，那不得了了啊！大吉来了个刺客，你看，蒙了面，蒙面大侠啊，蒙面大侠啊，你能不能给我炒菜啊？可以啊，看你这个身法应该很厉害，还行啊，一般蒙了面的都是武林高手啊，炒菜怎么样？炒菜还可以吧？哦，那你给我炒个那个，炒个那个羊肉。哎呀，这个羊肉我看还不错的啊。对。哎，这个羊肉你看，哎，蛮新鲜的啊，刚拿的是吧？刚宰的。啊，刚宰的。嗯。给我炒个那个小瓜吧。羊肉炒小瓜吗？啊，好好炒吗？好炒。好炒，老板给我来一份。好。啊，这份多少钱啊？38。啊，38，来一份，来一份，来一份啊，看看啊。哦，这是腱子肉是吧？对。哦。炒菜都用这样的。炒菜都用这样的。嗯。这样的好吃，这样的好吃啊！嗯，哎呀，啊，我们这家是清真的，是吧？清真的哦，那鸟大爷都还多。这卫生这块你看，戴着手套啊，啊，就是炒菜的时候必须戴口罩是吧？必须戴口罩。啊，不戴口罩炒不了啊。这肉真好啊，真劲道啊。主要是怕人。啊，主要是看人啊。怕人。啊，主要我怕人。对。啊。哎，我又不咬人，怕什么人呢？万一咬咋整？啊，万一咬咋整？哎，你这个脾气还挺好的嘞。啊啊，你特别爱笑是吧？对。啊，那你晚上睡着了笑不笑？笑。晚上睡着了也笑。啊，我一睡着了啥都不知道了。我一睡着我就蹬背。两边一样，两边有风扇。啊，有风扇，咱们。还有没有脚扇？哎呀，加那么多肉吗？对。哎呀，因为是老六嘛。啊，因为是老六啊。巴拉巴拉，公司收款60元。这个菜好啊，啊，巴拉巴拉，哎，巴拉巴拉，哎，来来来，上哪拿？啊，这个蒜，行，我看你炒怎么样啊？还可以啊。来吧。啊，来了啊，来吧。展示啊。蒙面女侠啊，刺客造型啊，混江湖的以前，演什么的？混江湖的，啊，也混江湖的。我也混过江湖，你知道吗？后来混不下去了，快饿死了，快饿死了。现在这年头啥都不好混。啊，江湖上还有你的传说吗？都遗忘了。都遗忘了。青出于蓝胜于蓝嘛。我想着，哎呀，还敲一下啊。哎呀，这最麻利啊。江湖不是打打杀杀，是人情世故。哎。呀。吃不吃辣椒，老六？哎，放，你怎么炒，怎么好吃不来。进得了厨房，出去还能打流氓。这个在家就在家也能打。哎呀！我操！啊，加入这个小吃吧，姐啊！呀呀呀！呀！这炒菜，这哪是炒菜啊？这简直就是艺术品。对，简直就是表演。这哪是炒菜啊，这简直就是表演，非常观赏性，观赏性。加点什么？加点酱油啊。什么？我叫阿美大料。出菜了啊，过来！哎呦，这一大份啊！
哎，这个刺客，这个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说是老马还是他？我说他，他和你有什么关系？这是我孩子他爸。啊，你孩子他爸？对，就是你老公是吧？对。哦，怪不得长这么胖，都是你养的是吧？对。